其实我跟你讲，不是说选前选后没有这个计划，但是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所有的钱你知道吼，都要先算过。至少在 Ubike 的这个政策方面，你是不是觉得是要恢复10块钱？但是交通局现在觉得选前不宜再有任何的调整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常常有在消息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现在是讲的1280以后。其实我们那个1280的政策哈、哦、下去以后，很多这种受贿什么还要再重新再 check 一遍，那这个都要算嘛。所以我奇怪，我们政策也没有说要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也没有说要想要做什么。但是我都要求说，很多这种数据都要平常要先计算一遍的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现在在选前也不会对Ubike要调整这些做任何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不是说选后没有这个计划，但是我的态度是这样。所有的钱你知道都要先算过，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慢慢想快快做，这也是个新的一个思想。